哎呀，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啊？然后我做一个开场，我们开始哈。然后今天呢，是我们就是我怎么称呼你？叫你，新来人了，这个我叫你星星，都行啊，感觉叫你全名有点生疏呢还。然后叫你，那那叫就依叫然也你可以，啊，叫依然吧。好了，今天是我们依然学姐的第二场就是直播，然后我们学姐现在就读于就是加州艺术学院 Colors，然后是全美就是还是蛮顶尖的一个动画院校，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有关于美国的方面的是留学问题或者说是动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我们都会做一个解答。好，然后依然你这边可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开始就好。好的，好的，可以，自我介绍，Hello，大家好，我是依然，我就怎么说呢，我毕业于墨尔本大学的建筑学专业，然后现在在嘉义学动画，这是我的一些网站什么的，然后我平时比较喜欢旅游，这样看电影什么的，然后是一些工作经历和获奖的经历什么的，然后关于这个讲座，我们开始就行。行，开始，这个是观看的地址，然后今天的话就会讲一下我这部短片是怎么制作的，首先介绍一下动画的制作流程。通常的话，动画制作分为3个阶段，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的话，先是想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这种灵感啊，你想做的一个这种，你想做的一个主题。接着进行一个设计和故事板的绘制的阶段。这些设计包括就是概念设计里面包括角色设计、场景设计、道具设计，还有这个影片的风格的一个定调。故事板的话，首先是画分镜，然后是动态分镜。接下来有了这些设计和故事板，就可以绘制设计稿和进行动画的制作，还有场景制作。然后动态分镜可以给作曲，还有配音还有声音，然后进行一个声音方面的制作，最后将这些元素合成和剪辑，然后渲染出一个成片来。这基本上也是你们学校现在的一个流程，对吧？对，然后关于嘉义的动画制作的话，大一的第一部影片学校是推荐是做成黑白的，然后1分30秒钟没有。没有配音，就是作曲和声音音效这2部分。因为他就希望学生能锻炼通过人物的肢体语言啊，还有就是一些影调方面来讲故事。就是学习如何用明暗对比，还有形状的设计来表明这种电影语言。1分30秒是因为他觉得如果能先把一个短小精悍的故事讲好，就是比较训练人如何去讲一个简洁的，然后比较有深意的故事。因为他之前是有些人会做得很长，然后很长，他就很啰嗦，但又没有什么意义是很吗？就是对对都没有意义。然后大二的话就可以开始做彩色的，还有有对话的影片，然后是2分30秒。大三好像是3分30秒或者更长，然后应该是大四就没有限制了吧，好像是这样。然后讲一下故事的部分。故事的话，根据前面说的，就是基本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是故事的点子，然后是故事梗概，最后是写成一个剧本。
这里有几本推荐的书籍，这本就是很多编剧学校专业都会推荐的这一本，还有这两本，这本推荐先读，因为这本比较薄，它是分好几，它还出了续集啊，就出了第二册，然后这个讲的就比较清晰明了，这个会很厚，它就是因为我都没看完，就是也有声音版的，就是。如果想就是很想钻研这些理论什么的，可以看这本，因为它可能实操性，你可能看完了以后都不想动笔，就不太那个，没有那么实操性了。可以钻研的时候看。这个是我前阵子看，我觉得还挺好的，它这个比较薄，就是很快能看完。作者是那个来自新世界那个动画的原作的小说家的作者，他这个讲的还是比较容易读的。然后是故事点子，基本上，感觉大一、大二这些都是，先从故事点子出发，就是说，课里面在 film workshop 里面，就是会说，老师会说，就是先拿一个档案纸啊，就是列出1到10这10个点子，然后你就写你觉得可能有意思，你想延伸，就是演，就是。研发的一个故事，然后就也不用想太多，就直接往里面列就好了，也不止10个，就是如果有很多，你就可以列很多个。就不需要写的特别正式，就是可能就几个字或者几句话或者一句话都可以把它们列出来。然后如果你想不到什么灵感，然后你又有一个作业要做的话，你可以从这些方面来找一些灵感什么的。就比如说新闻里面看到的事啊，生活里面。就是你的心情，还有一些音乐，还有各种启发你的诗。比如这个作者，他就说他在写小说之前是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然后他觉得观察这些不同的，在工作岗位里面观察不同的人，就给他了一些灵感。比如他有时候还会去做保安，好像是说他就看到了一些人。还有一段时间他在保险公司里面工作，也是看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然后就写成了一个，就做出了一个小说的那种一个灵感来源。故事梗概的话是叫 synopsis，就是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故事是讲的什么事情。比如说，如果你最近看了一部电影，你会有人问你这个电影讲什么，然后你一句话会怎么跟他讲，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好莱坞的话，有些人是认为一个清晰的故事是一个，他们觉得那种比较。可能通俗的 blockbuster 就也不一定全部吧，就是说要可以跟一个3岁小孩解释清楚。可能欧洲也有些文艺片不是这样，就是好莱坞那边通常是这样想。爆米花电影。对，爆米花电影。然后剧本的话，就是继续细化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剧本的形式，写成剧本形式的话，有时候会有一个那种剧本的软件叫 Final Draft，然后大家如果对剧本方面很想要钻研的话，可以用那个软件写。通常就是会写出时间、地点，然后人物的表演和台词这些内容。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去扩展一个 synopsis，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去把它给延伸出来，你可以用这些常见的故事结构的一些大纲。然后美国这边比较常讲到的是 three act structure，就是三幕式，还有 hero's journey。三幕式就是 act one、act two、act three。act one 就是说，首先是有一个开始，然后这个主角可能是他就平时生活在某一个就日常的环境里面，然后他就遇到了一个激励的事件，就是说这个事件打破了他日常的平衡。他就进入到了某个冒险的状态，然后他就在这个冒险的状态里面克服重重阻挠，然后最后有一个巅峰对决，这样，然后他就最后把这个对决的对方或者是某个障碍给克服了，然后就达到了就是他的目的，后来就结束了。这个的话是这个三部式的某种展开吧，好像之前那个 Rick and Morty 那个影片的。
好像是编剧，然后是有一个视频在那解释这个东西，也是就是这个主角踏上了一个旅途，然后他就遇到了一些人，遇到了一些就是有些是他的帮助他的人，有些是他的导师，有些是这是什么诱惑吗？我没有特别钻研过这个，然后他就可能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挫折或者什么，然后他后来就又克服了这个挫折，然后得到了一个蜕变，蜕变之后他就又可能踏上一个新的征程这样子的，然后这个的话如果。我发现就是，动画其实一些制作流程跟电影就是基本上是共通的，对吧？也是。对对，就是包括这些书都是电影和动画共通。那你们看，就比如说去学一些，就是老师讲课的时候，会不会也会讲一些电影方面的知识，也会多一点，对吧？讲课的话，电影、动画都有，就是比如说课上放的一些案例啊什么的，就是没有去，都会放这样子。好的，好的。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去看一些好莱坞电影，这个可能就通常发生在一个1小时30分钟电影的20分钟左右，然后这个可能是40分钟左右，就你可以去对它，这个还挺长，挺有意思，挺常见的，就是他们这个叫什么套路，对但对它的对。内容不一样，就好像那种第八集就要干些什么事情，对，什对么三级定律，什么八级对定律，对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剧本技巧就是跟前面的联系的话，就是说，因为通常这种写的话，就是会写一个他就是踏上一个旅途去追寻什么的一个非日常状态下有一个目标的状态，比如说那个故事的书里好像是写就是。星球大战，讲的不是陆克每天在，就是他每天起床、吃饭、睡觉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东西，他可能讲的就是他成为那个叫什么 Skywalker 还是什么，我其实我没看完，就是那段状态，就是一个比较有一种比较有就是令人感兴趣的一个状态吧，可能他也是日常状态，但是他就比较让人去吸引人去看这个状态的东西，就是说你要写的时候，你可以想清楚主角。想要什么，他需要克服什么东西，然后他需要克服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可能是人跟内心的冲突，可能是人跟环境的冲突，然后，避免流水账的方式的话，可以用一种 something happened but then，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不要写，然后就是这件事发生，然后怎么样，然后怎么样，那样可能会就会很平淡。就是说，如果想加一些 drama 的话，就可以写但是发生了什么。就是看一些电影的时候，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件事发生，然后但是它就怎么样了，怎么样？比如说，就是看这个叫什么，我之前看香蕉鱼，然后我就感觉他那个就是发生了，他们把那个人救出来以后，但是又被绑架了，然后但是又被绑架了，就感觉不停的发生这种被绑架事件，然后这个矛故事盾就，点，对，然后他们就需要再新建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人再救出来，然后救出来以后又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比较有这种一个悬念和一个需要去对抗的东西吧，可能是。你这样一讲的话，突然觉得故事也没有那么感人了。其实还是很感人的，哎，我就看有人都评是价有说什么，套我路，就对，也可能也对，反正有些是有套路的，但是因为他虽然有套路，但是每次发生的事情不一样，然后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不一样，是的，是的。可能对他有些日常番可能有别的套路吧，就是说你要是想研究剧本，然后你对某种类型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去研究他们的剧本，然后去研究他每一话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研究出来，其实还是很感人的那个 那倒电是影，结局很悲惨。对。然后如果想练习的话，就是说可以是几个人一起即兴发挥一个人物、时间、地点，然后以但是的方式接龙，接龙他克服了重重阻碍，最后有没有达成目标这样。我们之前好像是课上练了一个，就是说有人想到一个
小偷猫在一个 haunted house，就是一个鬼屋里面，他想偷到某个珠宝，然后但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又一起接龙到后面发生什么事，这样子的，就可以锻炼一下去想剧本的能力，这样子。然后是故事版的部分。故事版的话，我这边分三个部分：如何学习和练习，然后故事版艺术家要考虑哪些东西，然后还有动态故事版。推荐书籍的话，就这两本，就《遗言说话》和《Frame Inc》，还有各种就是你感兴趣的电影的分镜设定集，然后就看这些实际的案例。比如说，好像《寄生虫》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出了那个分镜的那个集，可以去看一下。哦，你们平常也会看电影的这种分镜啊？啊，肯定会看，因为电影其啊，实没有区别，好电影动吧，画都是一样的，就我有是点没刻有板印区象了。别。因为很多后来就是说。因为电影的导演他就是说真人 live action film 他会做动画，然后动画导演也会做电影，比如说韦斯安德森他就做定格，然后也拍一些 live action film，就感觉对，没有区别。然后练习的话，第一种是拉片学习，你可以学习他的一个比较快的话，就是学习他的。运镜啊，就是一些草稿方式，这个我没放那种草稿，就是这个发生，然后你就画一个那种有点像火柴人一样的去研究他的人物的动作调度啊那些东西。然后一种是还有这种学习他的构图、颜色啊什么的这种，然后就是画好的故事版最好是一定是要咨询各种人的意见和建议的，毕竟你做一个电影还是要。就是给人看嘛，给人看就是说，一个人看完可能有，就是说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你多咨询几个人的话，就会可能他们可能提出了一样的某个地方提出一个相同的建议，那可能这个地方就需要改一改，或者说你要想一想，你是不是需要就是再把它解释一下，我弄得更清楚一些。然后是故事设计故事版的时候考虑哪些东西？大概是这些吧。就是说角色表演啊、构图啊、镜头的衔接、镜头节奏调度，还有叙事，还有你要传达的信息，还有情绪这些。然后这是不同的故事版，有不同的画法，就是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什么。那你们大概，我感觉这东西还是挺费时间的。那你们大概做一个动画，就是完全自己来做的话，就是从想故事呀，然后到最后完成，大概会需要多长时间？通常我们学校是1年时间，如果是特别长的话，也会请人来做一些，就是请别人帮忙。然后我前阵子有老师说，他就跟我们班上同学说，其实你在嘉义不需要一个人完成一部电影，你如果就是说想的话，就是说他说电影都是这样的嘛，你就是想你想做哪部分，或者你想让哪部分的人帮你，哪部分让人帮。帮你就一起合作来做都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想让人画成，有一个人帮你，不是帮你啊，就是说合作也是帮你吧，就是合作做这个东西，你想让他来画场景，你想让他来设计角色，然后一起合作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电影流程嘛。可能有些人就一根筋的话，就觉得我在学校里面在嘉义做动画就是可以做的，但是你要看一些就是大片里面，他就是说团队里面可能一个部分都会有很多人。那可能，比如说你们平常会做一些项目，对吧？就是会跟同学们一起合作呀什么的，会有这种项目，对吧？那就其是，实，你你说，说，你说，你先说，你先我没说。有，你先说，我也没什么说的，你先说，我忘了，就是我是想问一下，这种分工什么的就是说老师会安排好，还是说你们自己就去交流啊什么的？谁负责哪里？谁负责哪里？没有人安排，就是自己看自己的想法。那岂不是会有，比如说他想做这个，但是，就是因为
就比如说这个部分没有人做，他必须得承担这种工作呀什么的，会有这种情况吗？其实整个合作的项目在嘉义都比较少，因为大部分人都是4年做自己的东西，然后他会帮别人去加中歌呀，画一些场景，但是整个主要还是一个人自己做的，他就是可能是学校同学的任性吧，他不像我们学校可能说有那种联合作业什么。对，是的，然后是动态故事板，动态故事板的话就是 animatic，就是一个动起来的故事板。这里有个链接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那个什么 that tree 的这个对比，就是它这个是时间和成片的时间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给作曲音效来发过去，然后让他们看一下这个时间音效，然后可以开始作曲和做音效了。这好像是比较新的一个东西吧，可能是这也不止这一年了，就是说，也有一段时间了，就是用 Storyboard Pro 啊什么的那种软件来做成一个视频，就是计算好里面的每一幕的时间，还有角色的动作啊什么的东西，然后是设计的部分。设计的话，我是分为初创、调研，还有角色，还有场景这几个部分来讲。看一下，初创的话，还有调研的话，分为。我就是说，初创就是画一些比较早期的一些草图啊什么的，比如说，就是你可能随时想到一些点子，你可以准备一个本子，然后你就把这些小点子给记下来，然后以后就是可能会延伸出一些新的灵感什么的。调研的话，分为风格调研和设计调研。风格调研就是说，这个你想让这个影片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和调性，可能包括画面呀、还有音乐呀、还有各种人物演出这些东西的，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一个 mood board，就是那种氛围的一个板子，然后把一些你喜欢的或者你觉得这个影片你想让它就是做出来的一个效果，就是你想参考的一些影片或者一些艺术风格，整合在一起，然后放在这个 mood board 上面。还有是，就是，然后设计调研的话，就是说，设计的真实性和深度，还有可信度，还有就是类似于考据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就听哪个考据党说啊，我在这个影片里面挖出了什么什么，这个影片是根据哪一个什么体系什么。比如说什么，就是什么考古学啊，或者是什么神话、历史故事，还有人物的名字啊，是根据哪一个人物来的啊？什么就是那些令考据党很有感觉的，东西，会让这个影片比较有质感，就不是那么假吧，就是不是那么塑料，就是很无聊吧，就没什么深度的感觉，就可能让它比较有深度一些，也比较就是比较有那种人文的感觉吧。然后这些调研的话，你可以找这种，Pinterest 啊，Pinterest 的话，这种风格调研可能还挺方便，还有一些服装什么的，还有谷歌啊，谷歌的话，主要是可能场景就是你要说想调查哪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的那个，就是建筑风格，还有一些道路啊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用 Google Map 那个街景，然后就可以去那边看它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也可以查一些文献和书籍，一些艺术书，就是比如说你想查哪个什么18世纪的服装风格，你可能去买本书比较好，因为要是找这些网上的它还是比较碎片，你可能去图书馆里面借一本关于某个时代的穿着的书来查这个东西。这是我当时做影片的时候做的。进行那些调研，就可以看我一个有一个整个文件夹都是这些东西，就是说搜了很多图片，然后
就是搜一些当地的，当时可能是那个灾后的一些情况，就感觉没什么人了，都是一些动物出现在街上，然后还搜了他们当年那个东京电力的一些，就是那个报告书，就是他们当时分析那个事故报告的一些东西，我还讲了一些他那个核电站的受损情况，还有怎么去修复维护之类的东西，角色设计的话，大概是这四个点，可能是各种风格的角色设计都会考虑的，就是它的轮廓剪影的辨识度，还有这个人物的特征，这些是我感觉可能不同风格他在意的地方不一样吧，这些可能是比较二次元一点的，是可能会考虑这些东西比较多，然后。西方教角色设计就比较会教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动画可能是从那个 caricature 就是那种讽刺漫画里面出来的，他就会画一些很夸张的，就那种很夸张的画一些人物那种形象啊什么的，然后去体现人物的一个特征，然后他们会比较强调用不同的几何形状来做设计，就是比较夸张人的一个体型啊，还有面部特征什么的，然后也有，现在也有综合这两种风格的一些东西出现了。然后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他到西方读动画就不太适应，就觉得，我就不想做那样子很夸张的那样子，有点太夸张就很怪那种东西啊。然后就是很挣扎。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没必要一定要强扭的，就是强行去让，就是因为你最重要的还是要开心的去做设计，你要画出来东西自己不喜欢。那你也没必要去做这个东西，你还不如去干点你喜欢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最好，那你们就就是，是比如。你我先就说来，你我先没有什么好说，对，你说，对。就是那你们的老师会限制你们的一个创作风格，或者说创作形式吗？就是你还是感觉学，就是毕竟还是做商业动画可能会多一点，对吧？就是可能，是指美国的商业动画还是？就是你们学校。我们学校其实你看的话，风格还是挺多样的，就是说都是从不同的风格里面学习，就是不是说一直，因为一直做一种东西，它就是可能最后会让人眼界不那么开阔嘛。他们就是现在都是从不同方面学习，包括你看现在一些美国动画也是会从一些二次元的东西里面学到，就像那个超能陆战队啊什么的。让我想，刚刚说，等等，我要说，你说他们会不会限制风格？好像没有吧，但是他们教的东西，毕竟他们当时学到的东西，还是就是他们那时候的一个，就是那一套理论的话，他们讲的话，可能还是会从那些方向来讲。可能多问点不同出身的人，他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样子。那会要求你们做一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那种爆米花动画，就是那种简单明了，会就是有这方面的要求吗？因为感没有觉要求，是挺商业的，我感觉美国动画还是有一点商业属性在的。没有要求，但是他有些练习他就会是那样子的。比如他说，你要说就是通过几个那种形状，三角形、圆形、方形来设计角色，因为那样设计的话，然后他说注重比例的变化和夸张，那样设计其实就会设计出那样的，就是那样的角色，就是有些练习他就是针对性的会变成那个样子。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爆米花设计，我就怎么讲，不知道怎么说。我感觉这种商业化做多了还是挺限制自己的发挥的，就是，对对，你说，就是，没有，我说完了，就感觉有点限制自己的想象力、创作力什么的，是的，就比如说你看一些，可能有些商业东西做多，它那个风格就很同质化，就有些专门为某些大的 studio 工作，但他不做自己的东西那样的。
哦，对对但有对，些人他会自己坚持自己去做自己的东西，他就是两套好几套东西就比较精分，那样做个东西。对，所以说就是说推荐，就是如果就是说有比较多的追求的话，就去看各种各样子的艺术作品啊，也还有各种各样子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去美术馆里面看各种风格啊，还有各种展览，各种比如说各种歌舞剧啊、音乐剧什么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学习一些可以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就不要把自己归咎于某一个领域。然后我们老师有一个说是，有句话说是不要学皮克斯风格，也不要学什么二次元风格，你就要学研究自己的风格。他说你花这么多钱到这个学校来，你要再去做什么皮克斯或者什么，就那种很二次元那种东西，就是那种标准二次元。就是他说你来这里，就是干嘛要花那么多钱做这种事？就是你在变成别人。他也不是找说一就个培训是班就说能哪个风学。格不好，我啊说什么？那种形式，感觉找一个培训班就可以学。对，那种东西就很容易批量生产了，就可能 对学个一年就就业。对，嗯。对，然后还有什么？我想想啊，他可能意思也不是不学，或者说是哪些风格不好，他就说你不要老就是学的完全就是像别人了，你就是可能通过不同的里面总结出一个自己的东西来，这样。然后对于动画的话，设计角色可能你先要考虑你是要做手绘还是做建模的动画，然后就是要考虑这个复杂度和能不能做成动画。比如说一个特别复杂的设计，可能就很难去一张张画成一个动画了。所以你就如果是做手绘动画，可能就先要考虑怎么做一个比较简洁优雅那种设计感的设计。然后，因为我当时是第一次做动画嘛，所以我就想，我要设计的尽量简单，然后比较好做成动画，所以我就没有考虑特别多的一些别的东西，就是很基本的做出了一个这种基本的这种形象，就是很简单的这种穿着啊什么，还有用的形状语言也比较就是轻这种。清新一点，就简洁，不会说话，我有点，对，我看就是你这样。的作品还确实还是挺那种，小清新的感觉，就是反正很夏日，对，对对想那对，种夏日夏风，日的感觉，对。对，然后是场景设计。场景设计的话，我就觉得主要是考虑这几个部分，就是说，它作为一个舞台的话，就是需要一个角色走路的地方，还有就是作为一个场，这种它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场景，它还要考虑交互性，比如说角色要跟其中的哪些道具来互动的话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同样是要让它比较有深度和这种。可能是生活气息的话，就去多做调研，然后也可以就是可以参考 Google Map 里面那个实景叫什么，那个漫游的状态，什么东西，就那个类似那个小人儿丢进去了，开始走路那个地方。然后是这个是参考文件夹，然后可以看我当时每一个场景都做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放着这些。就是一些图，就是他们那个照片，就是当时实拍的一些情况啊什么的。我在想，大概是这些。希好的，望的话好可的。以大家对大家对哪部分感兴趣，我可以再细讲讲或者怎么样。
好的，然后我看到有些人已经有问了一些问题了，然后接下来大家如果有问学姐关于嘉艺的或者说动画专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上来，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解答。然后上面有一个朋友有问说，要是绘画基础没有那么好，本科能申吗？本科的话，嘉艺是挺看重绘画基础的，所以他基本上就是看重绘画基础。然后，对，我之前讲他过一次的话，对，我记得你之前有说他对动画没特别多要求，但是他对你的绘画基础比较有要求，对吧？对。好吧，那确实得需要一些动画基础了，绘画基础了。然后还有一个朋友有问说，动画师就业前景怎么样？动画师就业前景是指在国内还是在美国还是在哪里？那你有了解过吗？国内和国外的一个区别。说这个让我想想啊，最近的话，我之前问过他就业的话肯定是可以，就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动画在动画行业，说实话，最近我听说有点卷，就是是说，吗？对，因为首先可能有些 studio 它不给长时间的工签，因为都是项目制嘛。比如说这个项目它是为期一年的，它可能就雇佣的时候它就雇佣这个人一年，然后他就一年之后可能他这个项目解散了，这个人就要再去找工作，然后，我之前是问他们说是动画和游戏行业的区别，因为我自己也是想可能去游戏行业的，因为然后就是项目周期的情况，可能游戏的话项目周期就是比较长，它会是三年左右做完一个，然后动画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是最近可能以前是30个人做3年，现在变成90个人做一年，可能是为什么呢？对，然后是工资的话，其实挺高的，肯定是因为这个行业，对，因为动毕画竟师还是挺高。需要的技术含量还是就是很高嘛。就是说，如果是你想到美国去拿那个长期工签，你可能要考虑从公司给你办这些手续的话，还挺难办的，你就要考虑一些别的方法，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去杰出人才签证啊。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叫什么 O1 啊那种类型，你们要做的很优秀，或者是你去考虑别的行业的动画的一些岗位和工作，就是这个如果是不光是动画，影视行业都是这样。因为我有朋友，他是在影视行业，他也是，他不是，他好像做，我忘了做什么，就是影视行业别的方面也是说，就是他们都是项目制，就是没有那种长期的。就是工作，就是可能岗位不是干很固岗定位，吧？对，岗位不太固定。有的是，我记得有些公司它是固定的，就是也是看公司。但是像听说是迪士尼、皮克斯那种公司的，好像是没有，基本上我听说是没有长期雇佣的。有些公司是有的，有些公司是有的，就是不是说所有都那这样。岂不是他做完这一年，下一年就是在哪里工作都还是一个待定的状态？是这样。之前有一个说是一个意大利人，他就特别好像做的挺好的吧，就然后就是好像在迪士尼还是皮克斯，总是在哪个公司里面干了一年，然后那项目结束以后他就回意大利了，反正天是一呐，个挺什么的，挺糟的一个。这听起来有点像自由职业的感觉。其实就是自由职业，就是影视行业挺多都是自由职业，包括不光是美国，好像在新西兰那边，我之前看有人在知乎上讲他的工作的话，好像也是那种合同制的关系。影视行业好像还挺常见的，不能说很多或者很少吧。就是你问了一些人的话，是有这种情况。那国内的你有了解过吗？国内的动画，感觉这两国年内其的。实国内的动画也算是起来了一些，就是跟前几年比的话，国内的话，稍微了解一点点嘛，但是我了解的只是很早以前的外包公司，可能就是那种6块到10块钱一张中介费那种公司，就是那样子的活还挺
挺辛苦，而挺累的，就感觉嗯，可能有做的比较好的话，就是还好吧。我感觉也是进游戏公司比较赚吧，我猜的，对对对我也不对对。是说的。对，是的，就是大家如果说想学动画设计找不着工作，我觉得可以往游戏行业也看一看。对对。对，这2年游戏行业，动画师招的应该也挺多的。对，因为他们嗯，盈利模式跟动画还有影视，就是说影视不一样嘛。因为影视可能赚一波票房，基本上就是那波票房，那个一年做完一哦，年影集，然对。后他可能之后是卖各种碟啊什么。游戏的话就是不停的出新版本啊什么，然嗯，后对对就对，是那种盈利拿模的式就比来较钱就快，还先那种可持续性比较长吧。嗯，嗯，可能是这样，我也不知道现在游戏行业怎么样。我听他们里面有说这个国内说什么寒冬，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些人可能就是什么时候都会说这个有些问题吧，有些烦恼。那你有打算说毕业之后回国，还是在美国先找找工作这样？应该是先在美国找找工作吧，毕竟来都来了，多学点经验，多赚点嗯钱，对吧？嗯，好的好的。然后有朋友问说，想做 MV 之类的，是建议学动画还是学电影啊？因为感觉动画好像可以学的更多。是想做什么样的 MV？是做 A 是 AMV 就动画 MV 还是电影嗯，MV？嗯，就是那电影种。MV 就是真人拍的那种。真人拍的是吗？那这位朋友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我们再给你做一个解答。嗯，好。然后动画可以转游戏行业吗？游戏里面有很多动画。嗯，刚才有说。但是可以转。我感觉即使转的话，是不是也只是说做一些就是那种视觉效果的方面的工作？就是也不能说全部都是完全转过去吧？就比如说。那种搞什么交互啊、代码这种的，应该也做不了吧？我的刻板印象，我不太清楚。其实你要问游戏行业内部的话，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其实嗯，这个专业其实也是最近可能才出现对的，对对，它里起面来也的。是比较强调合作性，嗯。就是它不会说哪个一定是会这个会那个的人来做这个东西。嗯。哦，他有说是有点类似加特效的 MV，就是真人动画混合的那种。怎么说呢？其实你要是想去电影专业里面，也会教一些动画内容，就看你哦。更倾向于去拍，你想去就是去导演真人去，还是你是想画画，就是想做一些这种叫什么的动画 MV 这样子。嗯，那感觉这个好像学插画也可以。其实也可以吧，就是如果你想导演真人就拍的话，你可能就是跟演员协商那部分是要学一学，但这两个其实都是相通的，就是说你可能动画专业里面学到一些真人导演，你就嗯，可能哦，那你们跟也会学这方面的内容，就是，我们好像没有具体学，但哦。是有节课就是他会讲一些 integrating嗯，CG to live action，就是结合 CG 到真人电影那种课，就是哦，说我们老师都是两边都会有，就是工作经验这样。你要是想了解的话，问。就是看自己想侧重哪里了，对吧？就是如果是嗯。想做一些导演之类的话，还是学电影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如果可说想，嗯。能。嗯。嗯，没有，可能吧。哦，嗯。如果想搞一些这种特效什么的，我感觉动画和插画都可以选择性的去，因为插画现在它也有会做一些什么动效啊什么的那种，就是，Motion graphic 好像是专门的有一个专业，如对，果有是一个想专学业，这个，但是比较少，好，没有特哦，别多，嗯，是的，哦，想学建模是报动画专业吗？想学你们会建学模，建模？嗯，我们会学建模，
想学建模可以去那个叫 Reglin 那个学校，就是每个学校它侧重点都不一样。比如我们，你到想学建模，我们学校是有很多课的，但也没有代码，就是说也有人做 3D 动画，也有很多 3D 的课，是对对报动对，画专业。对，有些学校它专门做那种很那种，就是那种科幻一点感觉的，就是动画，对吧？就那种偏 3D 一点，对吧？科幻的，好像那个 Sci-Arc 还做的挺多吧，就是他那个叫什么 Sci-Arc，就那种偏像 3D 动画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Rippling 什么对，的。那个学校好像专门做 3D 动，就是他们就专，是每个学校的侧重点还是不太一样的，对，侧重点和学校里面可能比较喜欢，就是学生喜欢的比较不一样。还有一个问题啊，他说有推荐，我不知道我读的对不对，rigging 骨骼绑定方向比较好的学校吗？这是什么？Rigging 骨骼绑定比较好，就是说你想这3、4年都学这个吗？那应该是 Rigging 吧。我们学校也有课，我们学校也有，就是我们这学期有一个 3D modeling 课，就是都是自选，就是说你比较想学 3D，你就可以去选很多 3D 课，然后你要是想学手绘，就选很多手绘课。那我记得是 Reglin 那个学校是特别注，就特别专，就是叫什么？特别就侧重于 3D 那方面，就是那种比较 3D 的 3D 还吧。挺注重技术的那种感觉，听你对，这就样那讲。种，好像是那种，就是那种技术吧。好的好的，3D 技术。对，就是那种 3D 动画的学校，其实现在也蛮多的，而且我感觉就业方向也挺好的，因为像他既能去做一些电影特效啊，也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游戏设计啊什么的，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在国外学动画需要有什么基础吗？花费怎么样？基础是指什么基础？是指动画基础还是绘应画该是，基础？应该会，就是，再来讲一下，就是学姐之前有说过，说本科其实不是特别要求你的动画，就是申请的时候不是很要求你的动画，就是做的有多么华丽，还是蛮要求有绘画基础的。就然后，所以大家如果就是说想学动画的话，可以先去补充一下自己的绘画基础。然后花费怎么样？花费如果不算奖学金，好像全额多少钱？5万美元一年，好像是这样吧？好像，不知道还是四万多，大概是那个数据吧。但是就是单纯学费的话，算奖学金会有便宜一大点。概，这是几年的？3年对吧？4年的，4年的学费，4年的学费，如果你有算过你一年的生活费有多少？我还没算过哎，我都不怎么算，不一怎么算就算，是等于没花是吗？不算就等于没花，没看就是零卡，不算就没花。好的，好的，如果对绘画基础没有特别好的建议，gap 学技术再申，还是说直接申一些比较容易过的学校呢？看你的预算和你的计划了。如果你想，你可以先申一些比较好去的学校，然后你在这个学校里面的时候积累更多的经验啊、作品啊、什么东西的，你可能在这个学校里面锻炼出来了，然后你再去申一个你想去的学校，或者说你觉得那个学校学的东西你就彻底没兴趣，就比如说你根本就不想做 3D，然后你就不想学 3D，你就自己继续，也不是自己吧，因为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指导的，就是说你去专门钻研你想钻，就是学的那他些这方面个的基础。问题应该是指，就是说自己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绘画基础，就比如说他要申
本科的动画的话，他没有一个特别很哦。好的绘画基础，然后这种情况下是建议他先 gap 去学一些技术去深呢，还是说直接深，就是深一些比较容易过的呀什么的，还是？是不是学一些还是比较好的呀？我感觉学动画还是挺考验一个绘画基础的。对，还是怎么说呢？深一些比较好。深的话，就说你以后还想再深吗？还是说就是不想深了呢？其实还是看看个人的一个叫怎么讲呢？计划，就是说你不能完全为了升一个学校去准备一个试，你可能这一年你 gap 以后，你就是很想提高自己的绘画技术，那你这一年 gap 以后你提高了很多，那就不管以后你想去哪里，它这个东西都对你都有帮助。然后如果你就是想先去了解一下动画，你先随便，不是随便升，就是你先去升一些比较好去的学校，然后你在里面学到一些知识的话，你对你也是有一个这种提高的作用的。但这个造价还挺高的。对对，所以说这个选项是比较，就是如果是那种不差钱的人可以选，但其实就那不如差果钱也可以 gap 嘛，就你来选的话，你会怎么选？你让你二选一的话，因为我根本就不要 gap 了，我推荐的话，如果你就是特别喜欢画画，还是 gap，因为有些学校里面学的东西实在不是你想学的，你会觉得很烦，就是说。你本来觉得今天你可以再练一些东西，但是你发现你今天又要去做一个什么建模，或者是做一个什么声音设计课，然后你觉得为什么我要学声音设计？然后虽然我可能很感兴趣，但是我现在就是想继续练习我的绘画技术啊，为什么让我做这个？然后不做还可能会挂科，然后挂科了以后还影响成绩，影响成绩可能又升不上了，可能以后就升不上了。然后就所以还是可能 gap 的话保险一比较。点，我感觉，但是有些人 gap 了以后他就什么都不干了呀，但是他就没有那个冲劲动儿，力了，他可能就放松去。所以说还是我也看自是，己的一个怎么讲呢，动力和这种意志力了吧。好的，他又回了，他说因为上海有一个温哥华电影学院，但那个不是大学嘛，2年后可以升大学。我在想是先去学技术呢，还是先去直接去升本科？怎么说呢？还挺难说的，是要出国吗？还是这要……个案例之前我们有一个学长讲过，我想起来了，之前我们有一个学长，他也是在国内去读了温哥华电影院，去那儿锻炼了1年还是2年，然后去申了英国的一个叫 MET 麦特一个电影学院，就梅特电影学院，他就是在国内上了一下这个温哥华电影学院，然后去申的，他给我讲还是挺能学到一些知识的，就是温哥华那个电影学院，它是一个还怎么说呢？然后老师也都是有一些外教，然后所以他学的东西基本上其实跟国外的电影学院差不多。对，然后如果你要是说想去锻炼一下，我觉得也行，就是你觉得自己基础不好，可以去那儿锻炼一下，我觉得也是可以的。然后你再去申。就是国外的学校也是可以，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他好像是在温哥华读了1年还是1年半，然后去跟温哥华说，我升上了大学，就升上了国外的学校，我要先，他是我忘了他是退学还是休学了，然后去的那个英国的电影学院，对，然后这个学校好像体验感还行。但是我也只是我的听他讲的，然后如果你要是想再了解的话，就是可以去。就是找一些，我觉得比较去，就是怎么说呢，去找一些你的直系学长学姐去了解一下这个学校，还是比较好的。好的啊，然后还有朋友问说国外自己生活怎么样，就是做饭和住宿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点在美国还挺麻烦的，就是说美国这个地方的城市可步行性通常有些地方不是那么好，就是说你最好还是先在国内学会开车，然后在这边开车去怎么讲，去找房子呀，还有买菜做饭什确实，么的。对，可能别的国家还挺好，有些国家，就比如说我之前在澳洲，就觉得很。
这种就是城市的街道设计的还是比较合理的。哦，那你们做饭什么的都是怎么自己解决吗？还是说会买？基本都是在买。哦，哦，住宿呢？你的住宿是自己租的一个公寓，还是说有跟合租？合租的，就嗯，租房这边也是，美国这边也是挺麻烦的，就遇到了很多哦，很烦的事情，就那怎么也是要说？提前，就怎么讲呢？一是很难找，就是很多要 credit 啊，就是要那什么，要你 SSN，要你提供各种各样的，对对对，是要么就的。是遇到一些很就是很糟的一些房东啊，那些那种。很差劲的那些人，然后就各种麻烦，各种就是挺烦的，所以还是建议跟一些朋友啊合租那样的比较好，就是能够接触那些房东比较接触，很多很事儿。好的好的，然后我看前面还有人问到说学习辛苦吗？你觉得你在很辛嘉你说义怎么样？学习感觉很很劳辛累吗？苦。很劳累啊，就你其实看很多人压力都挺大的，因为每年都要做一部短片，其实也不是必须的，但是你看别人都在做，那可能还是觉得做对对一对下对，比较好。然后卷每起来。年那就卷起来，不光是做短片，还有一个那种做 portfolio day 那种东西，就是说，每年之前是3月，现在是1月份，就是说那些公司来看作品，然后那种招聘或者实习啊之类的。这两个东西还是每年都会有嘛，所以说还挺累。当然，你要是心态比较好的话就累了，因为也没有什么一定是要做的，就你不做也是可以的。那会不会有人就是说去那里混日子，或者是说怎样？我在嘉义这个专业，就这个专业，基本完全好像是没有见过混日子，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我感觉都很都很努辛力，苦，对，都嗯，我还感是觉挺跟你们苦学校的一个名次排名也有关系。如果他想混日子的话，应该也不会选择嘉义吧？会找一应个，该是这样，对，应该是会选，就是进来的那些人，他这个学校录取率很低嘛，他那个作品集要求还挺高，所以说一般来的人都是很喜欢这个行业。专业还有这个喜欢画画，喜欢动画，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嘛。就是所以说，他既然应该也不会混，就是我没见过混的，好像我基本没见过混的。就但是可能太干了也不好啊，就是太干了。你说何必都把所有事都放在4年之内完成？就是刘老师有句话说，你最好的作品就是说，你不要一直想着在4年内做出一个你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我说就是，对，还年轻，多享受生活吧，但也不要太混了，就这样。好的，然后我做一个收尾，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然后因为就是我看到有很多人问一些推荐院校的问题，然后可能我们今天也没有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解答。如果觉得说我们的就是解答就是你可能还是没有太明白的话呢，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找我们的小助理去咨询一下，然后他会对这方面的就是留学咨询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了解的。对，然后如果大家前面有一部分的内容没有看到的话呢，然后也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找我们的小助理要一下本次的课件。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之后如果有就是直播回放的文字版呢，我们也会更新在上面。然后之后的就是说一个直播动态，比如说还想看到我们依然学姐的直播，然后就是几点呀，在哪里直播呀，然后都可以去关注我们，然后我们会随时把最新的直播动态就是分享给大家。好的，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依然，对，然后如果之后有就是还想分享的东西的话呢，还是可以来找我们，就是来我们邀请你，你来做客我们。好的，谢谢。好的。嗯，那我们今天就这样，拜拜。拜拜。